还取鸡，去鸡好多就走马。
Thank you.
Y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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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
Thank you.
给你唱歌挠痒痒的。跳不跳？都跳完了吧？跳完了吧？还跳？还有一个版本。还有一个版本。他们女的，因为女的动作嘛，就是跳的挺过瘾。你说哪个版本好？哪个版本？男的跳就不舒服。结束了吗？两个都跳。你跳女步嘛，这个动作女步还是好看。没事，两个都跳。菜篮子，让我抱，我抱。好久没看到你这个镜头了。那是他，我联手拿四瓶。啊，阿亮那么多？对啊，我给我爸了。哇，拿着，滚啊！还是好热，感觉。你让你跳舞了，真的，就是。你只要冲去给我拿走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小子，小子，俺妈不知道，俺不知道，俺妈说话。还照嘞。等一下，明天后天不跳。明天不跳。他的纸呢？对对对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可以可以啊，来，赶紧。去修手机去了？啊？修手机没有？修了没有？修。这早一点走路。他就说，有的手机的话，有修了，已经修好了。修好了。多少钱？将他修花了。好几千？2000多。光是那个皮2300。对啊，还是可以穿的。就是真的有用，让吴家老公消消灾。对对，消消灾。跟你一起跳舞，他睡哪个地方？他把这个手机昨天摔坏了，修好了。今天又修了。2300多。欢迎新来的朋友，谢谢。对，那个也来跑的去，我赢去了，没打对人。明星相真的有那天赋。来，还有一个长线。即便是真明星来了。发包了，还给包了个包包。他需要被阿拉玛格，他们那边赚的。然后。他这个。真美。好几天来的。对对对。哎呦，今天穿了个便装，差点没认出来。感谢壮哥。找把人是吧？自己把自己搞出来。人家戴总都今天烦恼。咱们现在穿不。
가요 아래 엔디 나시 매여 아래라 사이어 동치여 아래 에메여 你陪着就是。
Thank you.
还可以这个呀，对，他穿的也不好，没事，那么地方，上次拍的那个那么地方不好干，他就是，这边你相当于跟人家打广告了，也没有广告牌。不知道啊，晓得我也不知道，没说啊，那是放暑假，我们是社区搞活动啊，对啊，有可能社区搞活动。我也有的说，这个没有水管，没有水。真的？我们就叫监督他们，监督他们叫。他感觉是微笑天使。对，他好温柔，好有家教哟。是的，他亲戚，五家母的亲戚，不晓得。就是嘛，要给图片的嘛。跑到妈蹄缝里面来了，我出不来就跑到里面来了。他都想给他打，他们都不来，他们一个打广告。他们要不在里面打广告？哎，就是，肯定收了钱了，好多的。对。突然有电话，没有。
啊，今天其他人都不来唱了。那小鱼的嘛，你走吧。这是谁？小鱼走的凉。拿了。啊。这你可以跳这个的啊，这个有影响的嘛，这个快跳，我在练习，差不多有音乐。十七的时候长，很长，十七好高嘛，好高嘛，对啊。我觉得我能长得比他高。以后肯定会比他高嘛，因为现在因为你们现在一点比一点高啊，正常。你看狗的感受就是这样。你看，太紧后，需要高一点，它需要矮一点。啊，没事，你跑吧。
叫他叫十七叫梦云，梦云也可以叫梦云，十七叫惯了就叫十七。嘿嘿，正在联系。多新鲜！然后国际全部是拿上那边的。那边都喝完了，这边在。对啊。开头有意思。冲了吧，啊？十七，他一起下。十七啊？哎。十七号线哦。这边，找这边。等一下，他在弄东西。先连一下。瑶瑶也来了。看见了，现在那个。那三个吗？哪个？
天幸福，不管第一次很强，前面开得很强。嗯，今天还有一个人，今天还有一个人有点像那个屈臣。今天跳舞的时候，有圈圈里面有点像扎西屈臣。巴朗屈臣，有点像。哪个像？没在这儿来，有个穿了红衣服，那个有点像屈臣，哎，有点像哈。前面一个绿衣服的，有点像十七。都瘦的，长不了，长不胖。然后身材也胖，是吧？对。对，那十七要高一些。啊，那十七要高一些。身体健身的。就这个姿势要看，把头遮到那个转圈圈那个姿势。快了，往这边走。是吗？今天有男孩。是不是开始了？没开呀，没有。昨天来了呀，来了的。也有重房，也有啊，收起了。哪里放手机？还是在放。啊，这什么曲子？戎马。哦，长辈戎马。其他有五奖不？五奖，那个扎西，巴朗屈臣。巴朗屈臣。嗯。跳五奖不？没得心情了，才手机摔了嘛，他球又跳得没得感觉。哎。才买的了嘛？没买多久。才买的。哎呀。直播价位被人家打下来，自己耍的，自己耍的。看那天你把那个，比如说是你把拿西的，那个你看，他还可以找到你赔，他自己打的那就没法，但是如果是别个打的，还可以中。Supermax。没去，你掐了没？哦，你快走喽！有两三天。哦。先到三十号，然后六号。哦，国庆节，每个国庆节。
还是很正常哦，今天天气好，不存在。很凉快。今天我就吃些饭，我的饭都还没吃，晚饭。我现在今晚上没精神吃。那不是有那个吗？那有脏那个面面条。前头我烫的时候。那不是有吃的，还可以吃。啊，像刀削面一样。他就吃噻，吃过的吃啊。我觉得饭里面可以吧。啊，喝了喝了。对嘛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差不多温度，就是三十度，三十二。他那个到底一天跑跑了好多单，他没有说。于峰嘛，于峰。
别低哦。也低。嗯。那就二十多块了。啊。哎，这有西安，还有云南的各种队。就西安，你说的也气死你！就是看老头子。干嘛？那你哎，现在多少钱？现在不到1900，原来3000多。哎，我一去，我就说哎，现在哥们儿些都来了，是不得是要不起噻，是茅台。我说别给多变噻，你拿着就是噻。老太冷静的，1000多万的酒，就是买的酒都是1000多万。他敢买3个老鼠？哪个嘛？哪个嘛？啊，如果是我那个朋友，哦，我有什么长处风格的？这个老师还是他的，这个不是欢迎，老的吗？这个是南阳市的，这个是敞篷的。哦，敞篷老师，看嘛，哦，这个他的，你看嘛，这是湖南嘛？哦，不是，老的是欢迎。欢迎。哦，你看嘛，两家是两家嘛，你看嘛。所以说我们这儿吃毛豆，你看嘛。大酒店嘛，我都开过。公司头的。他给你公司名买的噻，讲数据在公司里面，他修的大厅你看嘛，漂亮的很。他公司那么大的，啊，公司自己里头，你看嘛，两级的茅台做好嘛，你看。他公司你看嘛，我也批的嘛，他那个楼底啊，公司楼底下的大厅，几的，你看白颜色的钢琴。宫殿，你看嘛，白岩是宫殿嘛。新居在达不到这个标准，它达得好高哦。这是公安局局长，交管局局长，最多。他们这些小妹儿们太多。俺七十多，俺跟我们老祖宗谈过。就这个中间这个，是老板。他那个调音台，调音的，他是调音。今天王姐来用针在这儿，用一天走了。他们儿都没来了，今天。他们儿我没看。他们今天就走了，没有的就走了，7、8号就走了。回北岳啊？哎。永州吗？哎，回老家。我还没出过。他们儿是哪个外省的？幼儿，要矮一点的，幼儿嘛。幼儿。哎，幼儿就是七级中嘛。啊，也是。我还多喜欢黎黎明明的，就是。黎明在忙他的咖啡馆嘛，他。咖啡馆哪儿嘞？在2.5号边上，就在那个红牌楼的左手边，那个有那个西部汽车城那边。我不晓得。过了那个嘉陵路。他们才开的。嘉陵路左边嘛。才开的话，我没去。我哪两位？喊我去，我没时间去，就是没时间。他也在上班了嘛？晓得，西部镇过去就嘉陵路，嘉陵路过去就2.5环。哦，就二。上桥就八渝嘉。他没在二点，他就二点半边上。嗯。他没在二点，我记着。左手边。小区。对。朝城龙。你像那个自信那个叫啥子的地方呢？就是以前那个上车牌照那个地方，一直下去那儿。自信吗？因为就是一个那个。那儿有自行的卖车子的，然后就前面有个上牌照的，二手交易市，才下去这儿。自行那个汽车的，
是心里老板儿。大清。嗯，你不是的爸爸，是你老板儿找老板儿借钱，我们老板儿没借。以前是很大的，现在的温江那个国际天江那一坝，全部包括那个国际天江的，全部是自己的嘛。自己都已经倒了，基本上倒了。养好的，我说嘛，养好。我都养好了。我养好。老板儿借。他找我们老板儿借钱。我说的爸爸，我之前可以啊，不行，他说的找我们老板儿借钱。就不服了。还有哪个？哎，不是不是，好的哈，啊。这个小伙子，他四川四川的。他之前就是那个。对。